闵行中学是上海市实验县示范性学校，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闵行中学一直注重于体育运动项目的训练。在闵行中学，除了足球以外，它有着排球、篮球、垒球等多个运动的项目。这些项目广泛开展，为闵中的学子优质健康的身体、提高学习效率打下了坚实的身体基础。足球作为一项深受广大学生喜爱的项目，在闵行中学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今天配备了强大的师资力量，有三位专业足球运动出身的教练以及外教。闵行中学开展足球有着先天的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来自于全市各区，有着较好的田径基础，学校的运动场地条件非常优越，完整的人工草皮球场几乎能够满足全天候的足球训练和活动等的需求。每逢周末，我们的孩子都会到学校的运动场上来踢足球。我真心的祝愿越来越多的同学能够加入到闵行中学足球队的这个运动项目当中来，玩得高兴，玩得快乐，玩出健康。我是高三一班的张俊杰，现在是足球队队长。足球对我来说更多的带给我的应该是一种自信吧。在足球场上学到的坚持不懈的精神，还有永不放弃、永不永远拼搏的这种意志，我觉得是最可贵的。然后将这些带到学习当中，有助于我的学习成绩的提升吧，我觉得。还有现在能够有这么专业的教练团队来帮助我们，确实感到很荣幸。我是高二三班的邓一磊，是现在闵行中学的现任队长，刚刚那位是前任队长。我在场上四肢后腰，足球让我在课余时间找到了一份新的责任，因为在场上我代表的不仅是我自己，我现在代表的是闵行区以及整个学校的荣誉。足球让我找到这份荣誉感，让我在课余生活中要找到一个新的家。We have here the lesson football, and this is for all kids from school. I aim for the lesson football is to teach kids the simple technical skills and some physical abilities like this coordination.Speed, agility, and flexibility, and to learn some basically football rules and football tactics. When you speak about elite, it's a little bit more with more requirement because they have competition, and we should work with them with more with teamwork, tactical, and in a both case, it's most important that.We should make one good atmosphere here, and that these young people enjoy in a football. This is the main task.